成为魔法点亮你。神奇黑魔法就是麦吉人能量小黑魔，浸透毛孔黑魔法，超吸收的黑魔法，一贴就合的黑魔法，还有更紧致的黑魔法。你喜欢我的魔法吗？他是可盐可甜的漫画美少年，他是 RAS 成员之一，他就是星晋厨神元气担当 RAS 和洛洛。欢迎洛洛。Hello, 哎呦 hello. 笑那么开心啊。你好，来。你好你好你好。对，哎呀，马卡龙色系好看，请坐。好，那这样子洛洛先一上来跟我们直播间的粉丝宝宝打个招呼好不好？好好。嗯。Hello, 大家好，我是 Rise 和洛洛，非常高兴今天可以来到麦吉丽的直播间。对。嗯对。然后洛洛你看一下我们这里现在点赞到多少了？1056.3万。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高的点赞。然后你知道刚刚。等会儿应该可以看到更高。哦，真的吗？好。那是这样子的，我们前面500万的时候点赞已经解锁了我们的上海机场资源位，然后现在到1000万的时候我们已经成功解锁了广州机场的资源位，然后呢感谢所有的粉丝宝宝们的支持。谢谢。哇，好开心啊。好了，那我们就开始聊一聊啊。嗯，那其实我知道就是说看到直播间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始沸腾了，那我们也有一些今天的话在我们的直播间也会有到一些小互动环节来和洛洛一起进行的，好不好？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上一周的话其实 RAS 有开我们的演唱会对吧？对对对。然后有什么就是说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或者比较搞笑的这种事迹在你的脑海里边留下印象的有吗？有啊，上一场有我们的花开湖桂。哦。对，我们一个特殊的一个鞠躬方式。对，我们11个人然后一起抱着，然后向后面的观众一起鞠躬。就当时心里其实特别激动。对，因为主要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就是导演组跟我们说要我们一起拥抱四方然后鞠躬，然后我们就当时就真的抱在一起，然后像就是临时几个人就一下子特别的，对对对对对，哇，对。然后thank you。 然后还有个就是演唱会，我们当时我们看到了整一片的那个破晓海，就我们的应援色。哦，对，团的应援色。哦，全部都是开心吗？那种感动是不是就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对 对, 对，可以理解。然后其实呢相信洛洛也为了这一次演唱会，我知道也非常辛，就平时训练的话也是非常的辛苦对吧？然后呢所以粉丝朋友们看到了一场非常完美的演唱会。那你之前一定也做了很多很多的练习。那我想跟你说，今天其实在直播间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帮我们的洛洛收集了一系列我们这个粉丝的留言，来自糯米糍的留言，噔噔就在这里。哦，你看到了吗？哦，我看到了。对，这张纸上有这么多的 ID， 有这么多的问题。那这样子我们就选你想回答的。还是你都想回答？时间够吗？时间够啊。那还挑几个？好，挑几个你就是觉得比较 Q 比较可爱一点的问题好不好？好。然后那个工作人员这个帮我们设置一下。对。有一个 ID 名叫一只大鹅。他的名字叫一只大鹅嘎。一只大鹅嘎。对，那个大鹅嘎你在吗？大鹅嘎。在直播间的话出来一下，大鹅嘎在吧？这个大鹅嘎。然后大鹅嘎的问题我来问了啊。啊啊。想请问何洛洛小朋友，圣诞节最想收到的礼物是什么？我可以回答一下，我圣诞节我会给大家发一个礼物。哦，真的吗？对对对。不是，你是要给大家发一个礼物？对啊，我要给大家发了一个礼物，然后这个礼物其实是我欠了他们很久的。是什么？能解密吗？是。那不能解密就算了。是他们一直在催我的。哦，那你们知道是什么是不是？他们很。那你们知道吗？如果哦，大鹅来了，哦，大鹅对，大鹅啊啊，他来了。然后那个是这样子的，现在洛洛说。他想在圣诞节给大家一份礼物，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如果知道的话，他们说你终于记得了。那如果知道的话，你们在下面扣个一，好不好？他们应该有延迟吧？啊，对，会有一点点延迟，好吗？然后我们这里前面的话，这个那个弹幕机也稍微修一下，然后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好，好的，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已经回复了。这个大鹅嘎啊，你好幸运哦。好，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哎，我可以回答一下这个吴中727的问题。好。吴中727，微淘 ID 叫吴中727，他的问题是，吴丽臭臭公主名字的灵感怎么来的？我在想，我不知道我回答这个问题直播间会不会被封了？不怕，来吧，因为我，因为我家有一个猫，对，然后我当时对当时在想它的名字，因为一直没有想出来，然后有一天，他就是上了一个厕所啊，对，上了个厕所，方便了一下、方便了一个大的方便啊，大的方便，大方便。啊、结果因为他是个布偶，然后他的那个粑粑，就是粘在了他的屁股上面，所以，然后就当时我用那个剪刀把他的毛给修掉了，但是就是屁股后面的那一段的毛修掉了啊。对，但是他那个臭味还是留了一个礼拜。天哪！对，因为他太小了，还不能洗。一般都是在那个猫砂堆里边去那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对吧？对，因为我没给他修过毛，所以他太小了。啊，所以你的可以这么说，你们家的喵星人后面少了一坨毛。对，就屁股是光的，没给他穿裤子。好性感哦。好的，那这个这个我们的吴中727，你的问题也给你回复好了，再选一个呗。再选一个。我最喜欢吃什么哪一道菜啊？我觉得我自己做的菜我还蛮喜欢吃的。哦，对。真的。只是大家都不太愿意接受我做的菜。不是，工作人员应该都吃过你做的菜吧，是不是？你自己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我不知道，但是我的十个小伙伴都吃过，所以你真的是厨神。对，真的吗？自己心目中的。那你喜欢吃那个辣一点的，还是吃什么口味的比较多？只要自己做的我都吃。哎呀，真的、哦。对，我下次可以做给你吃。好，我试一下，不用冒着生命危险去吃吧。就是我们一直说做菜，其实味道是一方面，色面也是一方面。就是色面怎么样？就是不是像我们对吧？产品一样颜值那么高啊？它可能面相不太好看，但是口感一定好是吗？口感，好、啊，那就这样吧。好了，差不多，那 OK。好，对，那刚刚的话，其实我们也回复了我们三个粉丝宝宝。那刚刚那个是小可爱呀呀呀六啊，你问的问题，洛洛也已经回复你啦，开心吗？啊，然后他们粉丝都在说，不要啊，我要吃的，没关系啊，还有什么煎蛋、薯片，这一堆啊，一下子他们都咸鸭蛋。对，因为我做的基本上都是蛋类的东西。可以，就番茄炒蛋啊，这种、啊、好，明白了。那今天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刚刚简单的给你过了一个非常互动的粉丝环节，是不是？那接下来到我考你的时间了，我觉得这个还更简单一点，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快问快答，你肯定知道怎么玩了，对不对？啊。但是你要不假思索的回答我的问题。就我是哦，我就是不经过大脑的。不经过大脑，第一反应直接说出来，好不好？好，不要紧张，好，放松一点。好，你姓啥？我姓，我有两个名字。好了，这是外面的问题。好了，不能动你哈，准备好了啊、哦。一二三，开始。出道至今最难忘的小事。对，那个。哪个？哪个？对，演唱会的那个花开胡贵。好，刚刚已经说过了哈。反应再快点啊，准备好了吗？好，演唱会最开心的小细节是什么？花开胡贵。最常说的话的一不对。啊没有没有，我的。最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就结束了。就是啊。好。或者我会问他们这是什么东西。啊，就这是你的口头禅。这是什么东西，或者是啊。这是啊。好的。然后就是最近最爱的一道黑暗料理。我太多了，太多了。那你这样，你说两个吧。那个黑暗料理啊、哦。黑暗料理啊。嗯。但不行，不行，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不算。你不要说你自己做的，咱们就说，你如果去饭店你会吃的，啊，不是，或者是不对，黑暗料理应该是路边摊吧。我就是他们我的十个队员，他们会觉得我做的饭都是黑暗料理。有一个叫做，那你还要给我吃？有一个叫做西红柿炒蛋加虾仁，
哦，胡炒西红柿，哎，那个叫啥来着？西红柿啊，不对不对不对，那个叫什么？蛋炒虾仁，对，然后是糊的，糊掉了，对，粘底了，对，然后还有个叫做咸鸭蛋炒鸡蛋，下次用的那个不粘锅，我觉得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你试一下，真的，好好跟你说啊，好了。那我觉得后面这个问题真的不用问了，喜欢喵星人还是喜欢狗狗？不不不，我家有两只，一只是喵星人，一只是狗狗。那没办法选了。对，所以我都很喜欢。都喜欢啊，好，嗯。最后一个的话，用自己的方式说一句麦吉丽，尽享素颜之美。麦吉丽生物质石墨烯面膜，创新黑科技，焕亮纯净美肌。哇塞！掌声在哪里？这个哎，这真的得鼓掌啊！这真的不愧是我们的代言人，真的太厉害了，真的。费了多久？还好，还好。好了。那这里的话呢，其实我们刚刚的快问快答也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真的要跟洛洛对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主题了，宝藏男孩的冬日美颜宝典。哎，我想问一下，洛洛平时如果让你举例你日常在用的护肤品的话是哪三样？一个就是我们的小黑膜，就是我们平时在创造营也会用，真的会用，对对对对，就是很好用 对吧。然后还有个叫做小银管，小银管，对，小银管，嗯，还有个就是精灵眼霜，精灵眼霜看到没有？我就跟你们推，跟你们说，精灵眼霜真的很好用。对，所以因为这个，我平时就是因为我们眼睛大，还有我家然后眼睛大，然后平时黑眼圈比较重，因为休息少，是的，然后基本上都用这个。对，那我们这样子一个个来。我们既然刚刚说到了我们的这一款我们的小银管，对不对？小银管的话，我们来拿着看一下。你平时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经常工作啊出差的时候带着它很方便？对，因为它比较小。对，然后第二个点是不是发现它的一个吸收性很强，然后它可以让你后面的这些护肤品吸收的这个能量会更好更强大一点。对 对, 对，而且它很轻薄。对，那你知道吗，其实这一款的话我们是有到一个小实验今天要来做给你看的。对，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准备一下，你看好。好。你看到了吗？这个我得配合一下。这是什么？这个里边其实就是我们小银。它是凝固住的还是它是假的？对，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也来了。就83万。里面这个所有的这些小颗粒，对，它这个就等于全部都是这个活性的营养物，有没有很神奇？有。你要来一个。哇哦 ，amazing！ 哇哦，真神奇！哎，大家快买哦，快点哦！这个怎么可以这么厉害？真的，对。所以你刚表情，我们重新演一遍啊，来，你看哈，准备好了，大家准备好了啊，来给我一个全景好不好？给我一个全景好不好？来，好，你说三二一，对啊，我说三，我们演一下。哎，洛洛，你看这个厉害吗？哇，这个什么东西太神奇了吧！哇，你看到吗？全部都是83万的这种干细胞的这种小的颗粒植物干细胞。我都没有看到过这种东西。哎，我也是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好了，回到现场，真的，你们可能没有我们两个人肉眼看的那么清晰，但它真的就是有这么多的这种植物干细胞在这个里边，因为我们这个的话已经放了很久了，所以这个就是效果只有肉眼可见比较明显，可能隔着镜头啊，但你们可以感受一下我们俩的这个热情在这里啊，好不好？对，好了，谢谢。那其实今天的话，这一款的话，主要它还是帮助你后续的这个肌肤的一个吸收性，因为你那个后续的肌肤如果吸收的好的话呢，其实你这个皮肤的这个吹弹可破的这个功力也会大很多，对吧？那其实除了小银管，还有一个神器，就是我们每天用完了以后，像素颜一样出门的那个，你知道是什么吧？绝对很柔。对。这个也是我们洛洛同款的这个素颜三部曲，哎，你仔细看，这一次的这一套是不是更美了？是它，而且它这一箱钻的。对啊，这个是施华洛世奇，对，然后这一套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限定版。哦，限定版。嗯，对。这个价格是多少？价格的话也还好啊，就也不是很贵，也不是很贵，也就那个2000多吧，好像。但是你知道吗？今天有优惠券，我们今天有优惠券。因为我刚刚已经听到了，对，有20块钱的，是的，是因为它这个里边的话，其实都是我们的这种黑科技成分。然后我们接下来这一个环节，我们两个人互动一下，好不好？好，就是你可以随意，就不用按照我们的这个一二三来，你演还是我演？就是要么就你演，要么就我演，我演动作，然后让你猜我做的是哪一个产品。好，哎，这个叫做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那个贵妇膏，就是拍拍拍的那个，对，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浓缩的精华素，对。然后这个叫做平衡水，平衡水，对对对，你演还是我演？那你先演。我先演。好，我来演一个啊。我可能会打乱顺序啊，粉丝宝宝们听着啊，如果我演的你猜的话，你就把它直接拿在手里，好不好？就送给我了。对，送给你。好，准备好了。你怎么演来着？好花痴的动作。再来一个。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猜。富贵水嘛。就比较的贵。贵妇霜是不是？贵妇霜，对。那你就拿这个，对，好，拿对了，没错啊。那我刚刚做的这个其实就是贵妇的意思，因为你们会发现，通常贵妇们摆 pose 都是这种。这应该是妈妈类的。也不是啊，就现在名媛 party 的时候，不都是做这些 pose 在那个镜头前面摆一摆吗？对，大概就是这样。那其实这一款我们的这个贵妇霜的话，为什么它是贵妇霜？因为它里边有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用法，就是你是涂抹在脸上以后轻拍，然后你会发现你的整个肌肤越拍越亮，越拍越亮。你知道泰国最近很流行那个打脸瘦脸的那个一个事件吗？就很多也是明星艺人，他们会跑过去，就是给那两个老阿姨啪啪啪那样打脸。我看过那个。对，其实我们这一款也是拍拍乐，你知道吗？越拍你的整个肌肤的状态会越好，用完了以后又是伪素颜的一个状态，就会给人感觉，哎呀，她的皮肤好透亮，就这种。就会越拍越瘦。越拍越瘦，对，脂肪全都拍掉了，好不好？好，那接下来你来考我一个吧。我来考一个。好。你来演一个，那等于我们只剩这两个了，我看你怎么演啊。完了，这个太难了。海带啊？不是。哦，平衡水。对啊，我知道，洛洛刚刚做的是平衡，他做的像那个海带呀、海带一样。他很怎么说呢？他很就是。这种柔软就是因为像水一样。是的，那这一款平衡水的话呢，它第一，这一款它是那个瓶身包装，我们就不用多说了，颜值特别高。其次呢，它真的是有到我们很多的这个营养成分，然后呢，而且帮助我们快速的吸收，所以对我们肌肤的一个复活力有到很大的一个帮助。那如果能够配合上我们的这个第一步平衡水，第二步青春的这个浓缩的精华素，然后呢，再配上我们的这个贵妇的素颜膏、素颜霜，其实这三步放在一起去用，就是我们的这个素颜三部曲，就可以给你的肌肤展现不一样的魅力，真的很厉害。对，之前还可以用一下这个肌底精华。是的，而且它的话，这三款产品，这三款的话也是任何肤质其实都是可以用的。好，那刚刚我们的洛洛也说了，其实如果你可以配合上我们之前的这个肌底液一起去用的话呢，效果也会更好。的确是这样子，因为它可以打开我们肌肤的这个通道，然后让自己的肌肤有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吸收力，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的素颜三部曲一定要记得，圣诞节要来了，如果你说圣诞节的时候，对吧，收到这样子的一套礼物真的会很开心，对吧？而且每天装淡淡的这样子跑出去，又会让别人夸，让你皮肤怎么样？应该看不出来化妆。看不出来，真的完全看不出来。而且这一款真的男生都会用，所以你生活里到底会用吗？好好说。有的时候素颜。该说用还。没有啦，真的，就这一款真的是男生都可以用，因为我觉得精致的猪猪 boy 其实有的时候任何时候每一个细节都是应该很注重的，对吧？所以大家记得了，这一款我们的麦吉丽的三部曲一定不要错过啦，一二三，对，方法一定要用对啊。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话，现在我看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粉丝宝宝的热度越来越高了，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哇，他们说宝贝太可爱喽，爱你爱你爱你，和洛洛洛洛，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素颜三部曲。然后我们的现在点赞也是一直都没有停下来过，大家一定要加油点赞点星星哦。那个水喝一点。没事。好的，那接下来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聊到我们的麦吉丽能量小黑膜了，对不对？因为这一款面膜的话，要不我们请洛洛再说一遍前面的一长段。麦吉丽生物质石墨烯面膜，创新黑科技，焕亮纯净美肌。对，真厉害。对，然后这个其实我们这个面膜我们在
很早之前就开始用。是的，因为这个面膜的话，其实它主要的像这一款的话，就是一个深度补水的一个面膜，对吧？对，就是平时比如说我们这几天在北京，你发现北京就很干，对吧？对，其实晚上就可以用它。对，不然的话第二天整个一个肌肤状态就不行。然后呢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如果我不知道你有的时候会不会突然之间有一天发现皮肤比较敏感，就偶尔，就我皮肤本来就应该是个很敏感的，我发现你是皮肤比较薄的那种肤质。 对吧，一运动就会满脸就红，就红红的。 对那其实你的话可能也会很适合用到我们的这个舒缓修复型的这个面膜，它的话也对于你的这个整个肌肤的一个修复力会比较强。哎，他们笑得好开心啊。啊，你们也用吗？有用吗？都有用是吗？对，我们今天因为对吧，现场也有几个那个粉丝宝宝。好的，那其实今天的话在这里，我觉得我们直播间现在粉丝热度这么高，我们可不可以给我们的粉丝宝宝你选一盒面膜，然后你签一个名，然后我待会儿截屏送给我们第一个直播间的这个弹幕里边的粉丝宝宝，啊、好不好？好吗？哦，太棒了！我就写这个。我拿个新的，拿个新的。对对对，来给我送一盒新的上来，谢谢。哇。那我再跟大家重申一下，现在在直播间的粉丝宝宝们听好，洛洛现在在这个上面呢，给我们签一个名，然后呢，我们会截屏第一个啊，第一屏第一个中奖的这个 ID 的粉丝宝宝啊，待会儿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后台客服，好不好？他们都开始刷起来了啊，你们都开始刷起来了，赶紧刷啊，加油啊！好，对，那我们来抽奖了啊，不是，我们不是来抽奖，我们来签名了，签个名，对，哇哦。嗯，这是心吗？不是啊，这是一个笑脸，就是说你敷完这个面膜呢就可以就是很美丽，然后有自信。有爱，他特别有爱，你们看他这个上面我以为他画了一个爱心，结果他是一个笑脸，是我看的这个角度的问题估计。好了，那这个爱心。这里是个爱心。 对这里是一个爱心，看到了吗？好啦，那现在的话这一盒面膜大家直接啊、下面弹幕下面刷起来。那你说我们刷什么呢？我们今天要不刷我们的这个麦吉丽宝藏男孩，好不好？我们一起刷麦吉丽宝藏男孩，然后等一会儿的话，我们给大家直接抽一瓶，第一个中奖的粉丝宝宝就可以获得洛洛签名的这一盒麦吉丽的面膜哦。准备好了吗？要给他们一点时间刷一下，好不好？我要考考你们，麦吉丽宝藏男孩，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宝藏男孩的冬日美颜宝典，大家一起刷起来，刷起来，对，好，好了，刷了，刷了，刷了，好快呀，更多，对呀、啊，很快，然后这样子，你说五四三二一，然后我来帮你接，好不好？那来了，五、四、三、二、一，接。哦，接下来了，看一下是谁，你自己读好吗？是，这叫什么？跳跳 SUMMER。恭喜、Summer、跳跳 Summer， 你中奖啦 SUMMER。然后我来画一下啊、哦，等一下啊、哦。哇哦，这样我就不会记错了。来。我给你已经备注好了，面膜签名，然后是跳跳 SUMMER， 恭喜这个直播间的粉丝宝宝，你获得了我们洛洛亲笔签名的麦吉丽深度补水面膜小黑膜，而且是带签名的哦，圣诞节要来了，这份礼物也是可以的，真的、然后你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后台客服，好不好？恭喜你，再次恭喜你。好，那其实你刚刚一上来，我发现那个，你对我们的有一款产品非常的感兴趣。对，因为其实我对这个，我还想下面拿给你啊，是吗？因为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原因就是因为我就是平时黑眼圈很重，因为休息比较晚，然后会有那个眼袋。还好哎。真的还好，因为现在化妆了。没有啊，我哦，因为用了麦吉丽的面膜，对对，然后对平时会用，
会用这个去缓解眼睛的压力。对，那你知道吗，其实这一款的话我们是一个眼部的小熨斗，然后一瓶修护七大眼周的问题，刚刚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对吧，它里边的话有三重的酵母精粹，然后八种活性多肽，七大保湿因子，长效的补水保湿，然后还有你如果是眼睛平时一直看手机的话，它对于那个去除蓝光的这样子一个坏的因子也是有到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这一款的话越用越年轻。它里面好像还有一个那个蜗牛的分泌物。哎，真的？对，对，真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分泌物很可爱，所以你才记得？因为我在这里面看到了。对，它里面真的，因为蜗牛的分泌物的话，它就是主要是修复性。以前人家他们说，就是很早那种军人打仗的时候，如果受伤了，他们就会去用那种蜗牛的分泌物，然后去涂在那个伤口上，它就会愈合很快。所以它是一个带有修复性的成分。那就是直接拿一个蜗牛来，然后它爬了以后，后面有条。就是脱出来的那个、可以是吗？对。哦，就是那直接拿那个敷在脸上也行。我也不好说，应该是。Okay. 对，其实就是真的就是这些很棒的成分，然后放在我们这一款精灵眼霜里边。那这样子，这个环节的话，我来考考你好不好？我们来一个精彩五连拍，你觉得怎么样？因为，但是我建议你就是，因为我觉得你的眼睛没有眼袋，然后也没有细纹。那还是敷了麦吉丽。麦吉丽的面膜嘛，这是小黑膜哦，这厉害厉害，小黑膜我看出来你是深度种草的一款，大家赶紧买起来好不好？好啦，那接下来的话，精彩五连拍这个环节，我们来送给粉丝宝宝，因为我知道我们直播间今天这么多的粉丝宝宝，其实很期待这个环节，就是希望可以在直播间截屏留下你的这个一瞬间，好吗？好，那我们移步到后面来进行一个我们精彩五连拍，大家准备一下，精彩五连拍，对，然后。可以站一下，对。好，大家等一下啊，我们请洛洛准备一下，准备好了？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这个、我就退出去了，随便你怎么拍哦。好，精彩五连拍。四、三、二、一，开始。一，就结束了。也结束了吗？一个表情，他就真的一二。大家可以拍一张，然后放五个格子，就是精彩五连拍。哦，我懂了，就是然后当中再可以标一个爱心，我觉得。哇！大家满意吗？满意吗？满意，满意的话赶紧。我帮他们回复了。满意的话赶紧，好啦，累不累？来，把产品给我。好的。那其实我知道，我们今天的话在直播间。我们今天的话其实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也分享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好用的产品，那洛洛平时在生活里的话用到最多的其实还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小黑膜， 对， 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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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除了小黑膜以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精灵眼霜，对不对？哎，那我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奇迹面霜你知道不？肯定也用过，对不对？一瓶搞定肌肤的所有问题，对吧？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其实在直播间我看到我们也请到了很多的这个粉丝宝宝，然后当然我们今天后面还有一个小惊喜给到你，你知道对吧？因为你的好朋友会来现场，我先跟大家应该不是给到我，是给到大家哦，是给到大家， 对， 对，是给到大家。那等一会儿他的好朋友也会来到直播间的现场，我们先抛一个卖一个小关子，好，抛一个小梗好不好？然后我们今天的话整场直播间也是因为对吧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宝藏男孩的冬日美颜盛典宝典，所以呢给大家送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福利，就麦吉丽其实之前的话从来不可能有优惠券，但是我们今天直播间还有很多的大额优惠券是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亲密度下面可以领取到的，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下面来跟我们进行留言，然后洛洛的话看看有刷到留言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跟大家互动一下好不 好， 好我看一下哦，对，看一下，我们看有什么留言，大家一起互动一下。哇，他说，他们都说我太皮了，他们说这个五连拍不算数。对，我也觉得，你要不再坐着做两个动作。他就要一二三四五。他们说我要被挨打了。不会，那这样子，我们弥补一下粉丝，我们给粉丝再送一盒面膜，好不好？好不好？好吗？好啊。好吗？好啊，好啊，那就再签一个名，好不好？好啊，好啊，太好了，来，我们把这些全送给他们吧。哎呦，
搞这么大，那你肯定是要闯七关的意思了。我跟你讲，这绝对不是这点游戏就可以解决的了。好了，来，我们再请佳佳给我们那个签一个名呗。我写佳佳的名字吗？啊，不是不是，再请洛洛。哎，我给你写佳佳的名字。我自己在那里解密。好了，洛洛来，嗯。好，签一个。嗯。今天想好的话，晚点回去做什么菜吗？今天回去会做菜吗？我待会儿，因为我们都没有吃饭，然后我待会儿等佳佳完了，我给她做饭。今天可不可以蛋不要做糊掉？尽量啊。好。哇、wow。嗯，这次我看懂了，是一个小皇冠。对。哎，这个可爱。好啦，那同样啊，我们现在的话又是洛洛给我们签了一个我们的这个小黑膜，然后上面是洛洛的签名。那我们大家还是一样刷起来好不好？还是刷起刚刚的那个麦吉利宝藏男孩，我们一起刷起来。然后呢，我们再来给大家截屏抽一个好不好？嗯，加油加油加油，刷起来刷起来，大家刷快点。怎么让我们早点休息？对，但是工作还没有完。我们现在像工作吗？我们现在玩得很开心啊。对。对啊。对。好，来，好，刷起来了啊。嗯。好，洛洛来，那个，开始了，嗯，五、四、三、二、一，卡。好，来看一下。嗯。是这个。嗯。月亮，月哥爱剁手。月哥爱剁手。月哥爱剁手，在吗？他是一个男生吗？对，应该是一个男生。我来把他先画一下啊。男生，嗯，他也看。嗯，男生当然有看了，男生都有敷面膜的、嗯。来，我们来看一下。嗯，恭喜这个中奖的粉丝宝宝，你获得了我们的这个小黑膜一套，噔噔，很棒哦！而且上面有一个小皇冠，哎。哎，你平时在生活里是不是有时候会比较喜欢画画什么？会吗？哦，我会，我会平时生活里会去感兴趣的时候会画一些东西。嗯，对，因为我看他画的这个小皇冠，我们其实这个笔还比较难画，但是画的有模有样的，多可爱，是不是？好的，那恭喜这一位中奖的粉丝宝宝，还有前面那一位，我已经帮他们全部都藏好了。那我们其实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发现洛洛很喜欢我们的这个精灵眼霜嘛。其实我来说一下我的感受好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精灵眼霜的时候，是因为我被它的这个整个瓶子的这个包装感染了，我觉得特别漂亮。你看，对，女生就会很喜欢这个精灵眼霜的它这个色系嘛，然后跟你今天的衣服也很搭，也很搭，嗯、对，也是粉色。对，你看也是粉色的，就很漂亮，对不对？应该是橘色的。对，得给个全景看一下。你们得给个全景看一下，嗯，你看就是属于一个色系的。然后其次呢，你有没有发现你代言的这一款产品特别大只，就别人家的眼霜都是一丢丢，但我们麦吉丽家的眼霜好大一个，就特别耐用，因为它的容量很大。嗯，真的很大。对，但是这一款真的是价格我觉得还是很亲民的，而且嗯，它有这么多的这种功效，对吧？对于我们，如果大家经常熬夜工作的话，比如说加班呢、啊，你就可以买这个、嗯。会打游戏吗？平时？平时有的时候会，但最近不会了，因为最近会就是排练。包括排练，然后再准备考试啊、嗯、之类的、哦，所以会看书到很晚。但是一定要记得，干嘛都要休息，对，休息好，一定要休息好，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这个身体其实是靠自己去保护的，所以任何时候就是。再辛苦也要记得好好的心疼一下自己。我觉得我们的很多的粉丝其实可能也会希望我这样子来转达一下，对不对？都要心疼一下自己。对，都要心疼一下自己，知道吗？对。好的，来，我们把我们的眼霜放过去。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小伙伴闪亮登场了。好，我们先归队，好不好？好，归队。归队。嗯。好。好的，来，在直播间的粉丝宝宝千万不要离开哦，
因为今天的话其实洛洛在我们直播间又帮我们做了小实验，然后又和我们聊了这么多，然后刚刚又和我们这么多的粉丝做了很长时间的互动，重点是还帮我们签了两盒面膜，这两盒面膜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私吞的啊。然后聊了这么多，其实我知道今天洛洛还有一个好朋友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对不对？对，他的话是你的队友，也是平时就是说你们俩还玩的玩，真的会一直在一起玩，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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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住在一起之前好热闹。对，我们到时候当时11个人一起住，哇塞，那个我们是就是大家都说我们是最潮男团。我看过那个你看过那个？我看过你们那个视频，就是频，对，就是像自己有的时候会拍的那些视频。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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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觉得你们的生活很有爱，然后就给我感觉特别特别的青春和阳光啊。当然那种生活我们现在肯定就比较少会有，就可能以前小时候会有大学的那种。对，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我觉得男生之间就平时吵吵闹闹，然后打打游戏，然后一起吃个煮个泡面啊，就觉得这种生活都吃的很开心。吃个泡面然后打游戏真的很舒服。然后再养养猫啊，然后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和人在一起可能我们会很珍惜这样子的一份感情和缘分， 对吧，真的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其实直播间现场非常冷，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坚守在直播间，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每一位直播间的粉丝在直播间的亲情的等待啊，然后也谢谢宝宝们帮我们解锁了我们广州机场和我们上海机场的资源位，大家可以继续帮我们点赞下去，然后也一定要记得关注一下我们麦吉丽的品牌，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的话其实接下去还会有很多的这个精彩继续。要显一下腰身，咱们身材这么好，咱们这个扣子你看我对吧。好了，那接下来听我说，不卖关子了好不好，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要请出一个文能写 rapper， 武能玩花瓣，顺拐不自知，微博 IQ 梗，那大家快在弹幕里边告诉我他是谁，谁来啦？他是谁？他的话有着美貌颜值和有趣灵魂的一个阳光少年，他就是 RAS 的成员燕许佳，让我们热烈欢迎燕许佳。Hello， 好冷静。咋的？见到我还不是我们要这样，好冷静。Hello， 我在哪儿打招呼？在哪边？对，我们来，我们看这边。对，这边吗？Hello， 大家好，我是 RAS 燕许佳。哇，今天真的太热闹了。是。今天怎么样？要不你俩先聊一会儿，要不要？你看，他眼睛很大，你看你都出皱纹了，我建议你用一下那个精灵眼霜。真的。你俩别闹了，我真的难得看你们两个人今天，哎，我们今天三个人像不像那个马卡龙啊？没有点像，就是真的是马卡龙配色，非常非常的清新。那大家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麦吉丽的直播间的现场，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宝藏男孩的冬日美颜宝典，噔噔，哇，太棒了。那其实今天的话我知道把你们两个人一起请来肯定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你们的，我们来进行一段游戏环节，你们觉得怎么样？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吗？可以，我觉得可能够抗寒也可以抗游戏，对不对？可以。好的，那我们接下去就来一个最简单的游戏，名字叫默契组词。那游戏规则我来说一下，我说一个字，你们用这个字组一个词，听到题目以后呢要第一时间同时说出来，所以我要看一下你们两个人的默契值有多高。当然如果你们今天全部能够说对的话，最少说对三组以上好不好？如果说对三组以上的话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撒一波超大的红包雨好不好？可以啊。红包雨是发红包，发红包就直接现金红包。从你的工资里面扣掉。那个工作人员，我等一下，我给他们拿个水，再倒一个水。以后你跟我串通好，你讲那种奇奇怪怪的词啊，热的，别喝了，这是我喝过的啊，你要喝吗？啊，好，不，你刚好对，好的，来，准备好了，那我们来了啊，好，我来跟大家看一下啊，你俩不准偷看啊。好，就比如说现在我拿的这个，你俩不准看啊，不要回去啊，面壁思过，耍赖真的是。
比如说我给他们看这个拼音，然后他们得第一反应用这个组词，然后我们来考验一下他们的默契程度。这个我跟你们讲太简单了，咱们来个后面的。好，准备好了啊？好，转回来。OK。好，来，工作人员计时啊，三秒钟之内啊，一般哈。好。五四三二一，粉粉粉粉。粉红粉黄粉粉。好，过第一个没有成功啊。你俩说的都不一样，你俩得说一样。我们三二一，三二一起说。Okay,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啊，好，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啊。好，好，换一个啊，一二三，麦麦。三二一，麦吉利。哇，厉害哦，这个答对了。必须在这说这儿啊。第一个，第一个啊，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啊。哦，我看到了。好。三二一。摸索，摸摸是什么东西？摸摸，摸摸是摸摸，这叫摸摸，摸摸，摸摸。好，刚刚到现在猜对了一组啊，三个三赢三组有点遥远。对，猜四个，摸摸摸摸，我意思是赢对三组。哦，对三组。你俩别对了，我来了啊。好，准备好了。三二一，起球。一个是奇怪，一个是气球。哇，这是默契满分的，真的好默契啊！就我觉得大家都猜错，每组都猜错。好，这个肯定行，这个肯定行。真的吗？这个肯定行，你俩要不要商量一下？我对你们两个疯狂暗示。好，来。哎，来吧。好，准备好了吧？好。来，三二一。尴尬哦，可以，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过年了过年了过年了，好尴尬，真的这两个人。过年了过年了过年了。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啊，这最后一个，我觉得这个你们俩肯定能答对一样。是什么？好，一位开始。傻啊！来，再来一次，三二三二一。沙雕啊，沙雕，沙雕啊，当时沙雕，我还没说，我说沙雕，沙雕。好了好了好，算你们过了，算你们过了。我们再为好好再为粉丝谋福利。算你们，那就再来最后一个吧，你再为粉丝谋福利，咱们这个粉丝这个留言再刷的激动一点啊，再帮我们点赞点上去一点啊。动起来，好，动起来。哎呀，我得选一个稍微容易一点点。对对对，好了来了啊，最后一个啊，贼难。三，他给我念了五个字啊！什么？完蛋了，我觉得对不了。哇！你们就来三二二一，大！哇，真棒！真默契，真默契。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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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你们过关了。那我们直播间的粉丝宝宝这样子好不好？我们一起倒数，工作人员准备好了没有？我们来给大家撒一波大额优惠券，好不好？好，你这样子，你俩一块倒数五四三二一，然后直播间就会直接掉红包下来。等我一下啊，我把直播间拿回来。哦，要把红包拿过来就开始撒。好，来啊，来你们一起啊，准备好了吗？直播间啊，来，你们说五四三二一啊，这个默契肯定在的啊，来，五。四三二一，红包雨下来了吗？下来了吗？哗啦啦啦，哗啦啦。你的红包出来了吗？哦，出来了，直接可以领取到多少？我看一下啊，肯定是一个大额的。你们觉得？哦，40元的一个优惠券，真的。这样子，你们两个人要不要再发一波？反正咱们再发一波好不好？再发一波，可以，反正从可乐的工资里面扣。对对，啊，从好来，准备好了啊，来。低血五来四，现在低血五四三二一，扣工资，好，扣工资啊，出来了吗？赶紧去抢，抢完赶紧去用，知道吗？啊，今天的话，我们所有的优惠券都是大额优惠券的话，都是直接在我们的这个亲密度下面可以领取到了。好了，你们两个人刚刚，我觉得你们自己觉得满意吗？刚刚那个默契指数，对了，红包发出来了就可以了。对，反正我觉得是可以的，我是比较满意的。你们两个人太默契了，实在，尤其是尴尬那个词，很棒啊。太尴尬了。好了，那其实我们接下来的话呢，还有一个游戏环节。那这个游戏环节的话呢，就是你划我猜。这个很好玩的，对，就是一个人演，然后另一个人猜，会玩吗？这个就很多综艺里面也都会带到。那你俩，你俩这样子，先选一个代表，到底是谁来做动作，谁来猜？你来做，还是我来做？
我来猜吧，我来猜吧。你来猜，你来猜。好，我来做。你灵活一点。哎，我来猜，我来猜，我来。OK， 你来滑。我来滑，。OK。你干嘛跑了？不行，你得背对着他，你不能看着你。哦，你不能看。忘记这件事情。好，嗯。来，我们站近点啊。准备好了吗？好，第一个。下啊，奥特曼。好，了解。过关。好，大家这样子，大家机位尽量给我们的全景，好不好？然后你们跟着他们一起猜，看看我们洛洛做的是什么动作啊？准备好了、哦？第二个，那个，是几个字？三个字。哇哦！啊，打篮球。对。哇，太棒了！太厉害了。这样子好不好，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大家不要给我这里的这个字，然后我们直接看洛洛演完，你们一起猜，然后再来看我的字，好不好？这样子比较好玩。对，你们跟我们一起猜，好不好？机位不要扫到我的纸，机位不要扫到我的这个纸啊，谢谢。嗯。哇，好期待下一个哦。好了，准备好了。哦，那个我刚刚说过的三个字啊。扎你啊！我知道容嬷嬷。对，哇，太厉害了！我们的默契就是在这种地方。真的，你这怎么猜出来的？前面真扎呀、啊！你前面说过嬷嬷是吗？嬷嬷，对。好默契，真的，这个每一个都是，好不好？是什么？哎呀，这个我得找一会儿，不要急啊。没有，你咋不来一篇5000篇的作文？好。几个字，然后后面的啊，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了啊。嗯。哦，这个简单。什么几个字？夏之光。三个字。照镜子。夏之光。对。夏之光照镜。对啊。夏之光啊。夏之光。那个照镜子。对，好厉害。对。太厉害了！你们两个人这一组的默契值真的特别特别的高。还行，默契体现在这种地方上面。对。哎呀，这是谁的？这是我的。嗯，来给你。嗯，这是我的。对，好的，那这样子，同样承诺粉丝的一定要做到。接下去的话呢，我们来请那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再来给我们大家撒一波大额的红包雨，解锁一下，好不好？大家一起来，五四三二一，好吗？再来一波。好，嗯。来，嗯，加油，加油！老了，年纪大了，再来，好，三二一，五，这个都是直接的大额的优惠券，然后你们今天直播间购物车里面所有的产品，这个优惠券都是可以去用的。我看那个我们今天这里直播间真的是挺冷的，所以我们就加快一下我们的速度，好不好？嗯。那其实洛洛的话在直播间真的是陪了我们好久，然后佳佳和洛洛两个人这样子的一个组合的话，也是默契值特别特别的高。满分。对，是的。然后两个人答了这么多的词，也都不尴尬。然后刚刚做了这么多动作，竟然每一个都能猜对，尤其是照镜子，我真的是。很厉害啊、哦！默契，冥冥之中的默契、嗯。对，那无意之间发现被你们完完全全的这个圈粉了。好了，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的洛洛我知道等会儿还有事儿，对吧？要去干一件做饭啊！别吧，我给你做饭。不要，辛苦了。好啦，好好的跟洛洛说一下，洛洛辛苦了。然后呢，最后这点时间跟我们的粉丝宝宝们打个招呼，我们就请洛洛回去好好做饭，好不好？拜拜，我要做饭去了。嗯，那个拜拜今天蛋不要糊底，好不好？我今天绝对不会糊底。嗯，对。你待会儿等着下直播的时候我相信你，相信你。好了，洛洛拜拜。拜拜。辛苦洛洛。拜拜。拜拜。走错了，不好意思。